听说发财的人幸福是吃完泡面之后才中乐透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吃泡面，然后吃完泡面就去烧那艘船。他们很用心在经营吃泡面这一块的文化，热水器就超大台，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地方拜拜，感觉大家都在看我。我买两组大富大乐透，这次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我前阵子意外听说有一间庙，他有一个信徒凌晨来拜拜，然后之后就吃庙方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之后就吃泡面，然后就中乐透了。然后所以他还愿的时候就还了可能一堆泡面之类的，然后就有一间庙，他外面就会一堆泡面可以半夜来吃。然后想说他来拜完吃泡面，然后。中乐透了，然后我又很想中乐透，所以我想我来拜拜看，然后来吃吃泡面，然后听说他这边还可以看名牌，他会有一个东西可以看数字名牌，然后想说我来看一下名牌，签个乐透，如果中了财富自由，我就可以认真做 YouTube 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来拜托一下土地公，让我财富自由，然后顺便拜托他让我的频道赶快破百万，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不知道这财库是怎么跳？最下面的是蜡烛，这一艘船是这个船很帅，我跟你可以拿出来看吗？哦，看这个好帅哦，这个好帅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一千，对，好重，它粘起来对吧？这个是一千的，这个好大好重哦，这个感觉很补哎，这感觉超补的，这一千块的。啊，看都好酷哦！哎、欸，我可以买两组，然后一组烧掉，然后一组拿回家放着，就是放在那，因为很酷啊。好犹豫哦！我刚才没想说，我买个那个250的，做个效果就好了。好啊，既然是补财库，就开热了。我没想到1000的结构好像还好，这个结构超帅的、啊，所以这个盒子不会烧，整艘船丢进去烧不是比较帅吗？我在嘟嘟船来喽，然后就丢进火里面这样，整个船烧掉，帅，就买这个600开热。哎、欸，这个不错。我也是拿来烧的。我想说，我花150买这个一整叠10000块，这个不亏呢，很划算呢。可是那个这里面应该有吧？我都花600了，给我一个。里面应该有一两张了。一两张没有，有点亏。这边就到几点？没有休息。没有休息吗？这么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谢谢。我在台湾长大，进口的台湾人。对。谢谢。谢谢。那边要写。那边啊，在那边写。OK， 谢谢。哎、欸，怎么还是拿原住民？因为他说神明都看得到。那你问说要写英文还是中文？不要了，不要写中文，写中文，我们入境随俗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多神哪一个不会翻译？顺便问一下，他不会去找耶稣翻译啊？耶稣，对，有道理。他们可能隔壁部门，请调一下就好。你也在看睡哦？嗯，是。你想那个 ？Me， 安在旁边还是？美女，勉强看得懂就好了。耶稣应该还没睡。啊，对啊，时差，刚才刚睡醒，刚起床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天运。这里啊 ，iPhone 旁边这里都有台子。哦，这个那借我看一下，我拿三星的。这个是扣吧？扣没出啊，出。对啊，出死了。南边是刀，你是扣的。刀啦，这个。不会啊，他有法力，他自己可以分析。啊、对嘛，对嘛，人家跟邮局一样，你写在手上就看得到了。左手摸元宝，日日得财宝；右手摸元宝，生意日日好。为了我的频道，多摸几下，好发财，大富大贵。刚依照各位前辈教我的方式，讲了名字、出生年月日、住址跟年纪，然后让他保佑我的频道大富大贵，然后可以中个乐透或是刮刮乐，让我有一笔钱好好做频道，我会更开心之类的。哇，好紧张哦！第一次在这么多人的地方拜拜，感觉大家都在看我，我操，长得太特别了，你知道吗？好热哦！好，然后听说那个最初发财的人幸福是吃完泡面之后才中乐透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吃泡面，然后吃完泡面再去烧我的那艘船，知道很屌的船，超屌，买一组放在家里都很帅。好，然后就来挑泡面吧。哇、哦，这边很凉哎，还是待在这里，在这边吃就好。肉骨茶面很好吃，排骨鸡面也很好吃，肉骨茶最好吃，可以加蛋吗？这边有蛋吗？其实蛮屌的，他们的热水器就超大台，超够用的。他们很用心在经营吃泡面这一块的文化。泡面厂注意一下吧，每次开都会破，气死人。哦，很热哎，超级热，我以为他会要热不热、水流有点慢就是。好了，走，吃饭去。我刚刚沾到手，我想他这边没有面子，代表没有人捐面子。那我还愿是不是可以捐面子？大家就方便很多，神明要保佑我。然后我现在52分，我可以来吃我的泡面了。现在已经2点了，凌晨2点在这边。现在最灵的时候，2点是最灵的时候。啊、我刚拜完，爽哦，2点到3点，
哇，完美错过了，我是一点多拜完的，两点到三点这里，我现在他妈坐在这边吃泡面啊，没有，我两点之后才会去烧嘛，就是他们的收到会可能免手续费会收到比较多，所以没有错，我这个时间来，然后等两点多去烧，可能那个免手续费的时段，神明会收到比较多钱，神明会比较开心，我就会来照顾我。免费就是比较好吃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吃完泡面了，我要去拿我的那一艘船去烧，然后烧完之后来买个乐透之类的，走吧。哇，金山银海，拿不到我的船。走到大城鹿港了。你要赖大吗？你要赖大吗？就丢去了。自己的，要先点，要先点。要几点哦？不知道会不会过热，应该等一下会过热，然后关机，所以片段可能会断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。就让土地公保佑一下我的 GoPro 不要过热。哦，加修，哎，好旺啊，好旺哦，大城鹿港，我看应该看不到字，但是好帅啊。哇，这是一个很热的信仰哎！我每次喝淡水汽水都一定要示范一次，这个东西其实可以转开，它就不会喷。好，然后我们就跑去吃斗南的炸馒头，然后东西就掉了，谢了。来吃吃看那个炸馒头，为什么起司炼乳的？是不是？它为什么那么有名啊？炸馒头不是很油腻吗？谢了 ，PI。其实不难吃的，它没有想象这种干，它里面是蛮面包状的，它没有像咸酥鸡那种炸馒头很干。你旁边在笑他笑，然后其实还好，我觉得有点腻，但是整体来说应该喜欢的人就很喜欢了。我没有想到它会这么赞。我们来对比一下炸馒头跟白馒头差在哪？差在一个是炸的，然后一个是白的。就是炸馒头、白馒头，就是只差在它的外皮会多一个炸过的口感跟一个油炸香味，然后不会太油腻，也不会有油臭味。它白馒头很软诶，而且它里面不会那么干，它也是很湿润的面体，夹个蛋或是当早餐吃什么的也蛮赞。可是它应该没有开早饭，开到凌晨，现在5:30。5:30，好，5:30出门的可以来吃一下。所以大家如果在斗南的话，可以来吃吃看，我觉得蛮好吃，但是超爆干多人，要等超他妈的久。好，昨天去拜完拜之后，我非常努力的从那一盆。不知道什么粉里面看出了一些名牌的数字之后呢，今天就要去买乐透。然后我前阵子看某高的影片，他说日本有一个很会中乐透的人，他说要去你家的北边的彩券行买乐透比较容易中，所以派出我的小工具指北针。所以我现在就来看一下我家的北边有没有彩券行，我要去找，然后去来买。综合所有因素，一定，我觉得我一定会中乐透。来，我们来看北边哪里有彩券行吧，看一下北边的那边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我家在那个方向，然后我在这边，所以理论上我这边应该算是北边的乐透行，所以我现在要来画这个单子。我第一次画，我没有画过，不知道怎么画。第一码是10号，然后第二码是21，第三码是12，第三码是41，再来是8号，再来是40号，这样就6个了嘛。好，总共买两组，大富大贵靠这次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啊。然后在买的过程，我又看到一个20号的刮刮乐，就是我昨天原本应该要买的那个号码，然后它又放在很前面，所以想说来买一下好了，80万啊！跟你讲，翻身就靠这一次了，刮出一个八级的对应奖。可怜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的运全部都在这张上面了。这是告诉我什么？就是我刮刮的这种小的偏财都不会中，要中这种大的。好，再来就等开奖，我们一起来对奖吧。开奖喽！37没有，竟然第一个数字都没有，39也没有，完了 ，BBQ 了。哇，六个全部都没有，直接掰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 ，OK。妈，借我100块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，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